哈喽，家人们，我们两口子又来了。今天我自己卤的猪蹄儿，开吃，看看有没有食欲。老公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呗。没事，你说我要是变漂亮了，你领我出门的话，是不是你脸上也有光呀？是啊，我这一次出门见了那么多网红呀，人家都比我好看，人家打的瘦脸针，做的双眼皮，垫的那个鼻梁，还做的下巴，可好看了都。我看我自己就像个山炮，我也想去做。行，走吧。我都想自己做半年了，好几万呢。过去呗。你同意了？同意了，走吧。来，给吃个猪蹄儿。你同意了？同意了。真同意了？真同意了。好几万呢？好几万没事，坐就是。坐了回来之后，到时候那个把家的钥匙你交上来就行。交钥匙干啥？交上钥匙来就行了，做完了。你的意思，我做了以后不让我进这个家了呗？反正是你去交钥匙就行。